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福气来了的节目。今天福气来了，老大家来讲古，讲麦个古，讲个故事，当精彩，老人土有关系。要讲来来宾的非常个特别，你昨天讲的是作家，旅游家，欣赏。复杂，他有当多个兴奋哈，佮马莎咧，佮佮了分享，其实你个王维文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维文，东欢喜来到客家电视台。欢迎维文，其实我可以称呼你小马，对不对？平常一般你都喊你小马，对不对？哇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有没有看到小马？看佮个丈夫还没请讲，听说是第一次穿，对。新衣服，新衣服，泰卡一款就得很印度风，对，所以这个是特别在印度买的吗？还是对，在网路的印度商店买的，是哇，真的很漂亮哎。平常啊，出门的时候也会穿那么美的，类似像这种很印度风格给丈夫吗？会啊。不会哈，哎，讲到呀，泰卡就吃到清奇怪，为什么好像一直在讲印度的衣服？其实因为今日同泰卡的分享就是以老印度与青岛有关系的故事哈，唔够。一开始进入到故事之前，我们先来学一句“落故念你”，坐定哈，坐定，来，还没讲了就讲个清淡。你讲甜水丸哦，你看哦，你就大概就知道我们的韦文杰真的是小马哈，就很努力哈。亚利用地方用也讲嘞，你总甜鲁哈，你总甜鲁哈，你讲甜。睡完，对，所以其实感觉上就是说，哎，其实听起来好像可以理解，它其实是入境随俗的感觉，对哈，这样有错，对，没错嘛，哈，对不对？你到这个庄头的时候，你就是要照这个庄头的路去行走，你到了这个港的时候，你其实你就是跟着那个水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入境随俗。古时候给不给二来讲诶，就会黑公公的印度有关的事情，也很多也是要入境随俗，对不对？好。赶快在这个很难的露骨眼一勾黑，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你还给不给小马带来个新书？用天样来供印度，对不对？好好哦，那要不要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？这本书是应该是台湾第一本用将近50部电影，印度电影，然后来介绍印度的社会跟文化。对，没有了，就这样。因为早几年比较少台湾朋友看印度电影嘛，对，那现在慢慢开始有了，所以我想说用更多不同风格的印度电影来让大家认识这个国家。对，刚才会问说，就这样。事实上是因为小马的故事真的太多太多，我想说，怎么就这样？其实因为真的很丰富，意思就会讲，其实要不是说看有情有意思，就会黑讲有看过印度天样给研究的。其实印度天样情有意思，不过其实唔系少给天样，系嘛该听听，其实用天样来讲故事。意思就会讲，你看了一部电影，你就会知道很多的。风土民情啦，文化啦，人的故事啦，还有秘密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很棒就是后来我翻了一下这些书哦，你知道我第一个动作是先做什么？我先看这里面有几部电影我有看过，然后再想说，哇哦，就黑公黑公你有看过《天样》宽恕，也黑公你还蛮看过《天样》神宽恕，那个感觉都不一样。看了书之后，会想要赶快去看电影，看了电影再看书，你会觉得哦。原来有这么多的秘密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简单说就是亚本叔帮你介绍的是很多不同的印度电影，但从电影里面看到了更多你想不到跟印度有关的故事。对，对哈，所以这就是这本书。听说这本书累积了很久很久才出，对，累积了我十几年的功力。对对。怎么会那么久？因为十几年前，大部分台湾人还是对印度都感觉停留在很贫穷啊的刻板印象，然后印度电影就只是唱唱跳跳啊这样子，然后可能没有市场，所以累积了十几年。对，可是这几年。台湾对印度电影其实是越来越熟悉，也越来越喜欢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感谢印度的一位大明星，就是阿米尔汗。对，感谢他拍了这么多好电影。对，就这几年比较数得出来的，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嘛，
我现在真的好怕我讲错，就是我先从最近一部，最近哎，我看过《隐藏大明星》，隐藏大明星，对，然后《隐藏大明星》再前一部是《我和我的冠军女儿》，然后他的我认识的他的在台湾再前一部就是《三个傻瓜》，三个傻瓜是吗？哈，对不对？他这位大明星带来的近几年的这一二三在台湾上映的，哎，好险这三部我刚好都有看到，免得给不给每次都很对不起小马的感觉，对。所以其实因为样你可以看天样听听哦，其实对于小马来讲，因为下岸有跟书，其实你要做好多功课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对，已经观察了印度十几年嘛，是，所以到要写这本书的时候。加上我以前有写部落格的习惯，对，我自己有整理资料，这样查起来就会很快。真挺好，你看很谦虚的一个演员嘛，其实是公演跟实验，因为每你看天样你就坐在下出来，你又亲身体验，所以你真的也是一直去亲身探访，除了阅读大量的书籍，对对对。那如果问一个比较肤浅的问题，你觉得过去十几年？你去印度的时间，压一共你去印度的次数，应该占了这十五年里面很多的时间啊，也还好，去四次而已。可是每次去都有不同的收获。对，而且四次大部分都在不同的印度区块，因为印度很大嘛。对对对对，第一次是。最主流的就是看泰姬玛哈林啊，去德里啊，什么金三角，就一般观光客不会去。对，然后第二次是去边境克什米尔、北北印。对，然后可以买围巾，你看你看看就看肤浅吗？第三次就有到南印度，但大部分在孟买去追星。然后，这个追星店还有故事哦，怎么？然后还有去访问大明星这样。然后第四次大部分都在南印度。访问大明星，等一下，好，我们先进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，就是其实要记这几年我有一个电影是厕所一个爱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对，其实这一部片《爱莫宽沟》，这一部片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会被提到，其实讲的是很多他们那里的婚姻的关系也好，或是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听说太漂亮的女生在结婚前要先做不一样的事情。因为其实印度人也算蛮迷信的，就是他们很多那种占星师啊、占卜师，那他一个小孩出生跟我们一样，都会找他们来算命，然后他就会说你的命格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太漂亮可能会克夫啊或者是什么，那你就要先嫁给一只狗或一棵树。对，去改变命运这样子，他们会真的这么做？他们会真的这么做？对。那像刚刚你提到那个厕所的那部电影，他是男生，他也是说他命格怎么样怎么样，太早结婚会婚姻不幸，所以要晚婚。然后晚婚，可是真的到要结婚的时候，他还是说你要先娶一头牛。所以，然后他就真的牵一只牛，然后举行婚礼这样。所以他们会真的就是进行那样的仪式，而不是只是说说。他真的有一头牛，因为在农村嘛，然后大家真的都会来参观，对，庆祝这样。对，而且泰卡有知道吗？其实有意思，给故事给命有偏瘦，大家会觉得为什么是偏瘦？因为厕所对他们来说跟我们大家想的不一样。对，因为厕所在印度不是穷的人才没有厕所。有一些人，他们家其实是小康，也没有厕所，对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家里或者在村里面放厕所，因为家里会有祭祀的拜拜的地方，对，然后村里面可能也有庙，所以厕所会不敬，他们会认为是不敬，神明跟厕所不可以在同一个地方，所以按我给讲过就会讲。偏瘦就会某枪力，某枪力就会某精神。不说就是厕所就是某精神，他们的逻辑是这样推论，所以家里不能有厕所。因为打扫厕所的人是低种姓的人做的事情，对他们来说是比较低阶的，在他们的制度里面。那如果那个家庭里的人是比较高种姓，比如说婆罗门什么，他们又不愿意扫厕所，所以干脆厕所就不要摆。可是你知道，安永公园真挺清神奇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都一定要有厕所，而且可能厕所还盖得很大，还供你它有浅有嘛，因为那是一个你可以不用抢手青春要给地方。不过在印度就没安永，你故说谁帮你去偏瘦还轻麻烦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这也是难怪青铜给你去印度有料给世界会知道，好像很多谁来你的路边，他们有可能就会直接很多厕所，对对对对，就是。
在我们说说随地大小便啊，对对，那也的确是这样子，没有错。是，所以大家应该你看哦，黑公你看一下本书，你就坐在堂都小马欣赏给他，给利用是分享给暗涌给故事，其实做不得有偏收，古说谁没演戏偏收也是很麻烦，很麻烦，一天有固定的时间，天还没有亮之前。然后要家里大家庭家里的女眷们一起结伴去上厕所，可能要走个十分钟这样子。对，因为偏是我们这边种的田群，要远一点，因为那那是不洁净的地方。要走到村外，然后找一个农田啊什么，蹲下来上厕所，真的很麻烦呢。那我就在想，如果说琼亚哈黑贡泰卡有常造症给你，就真的请麻烦，因为。对对，你随时都有可能会偏送来公司某一年黑公碟印度爱麻烦，就会觉得真的很不便利。开空的泰卡很难想象吼，泰卡有知道吗？黑妹亲友意思可以分享，还有嘛干呢？等下总来讲。都上台嘅节目，老大家来讲到偏瘦吼，哎，这真引起奇妙呢，因为偏瘦对大家来讲，一天好像是你就会喝水嘛，对不对？你就要带，你会吃饭，你会有偏头，或者你要睡觉要有床，所以偏瘦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事情。不过在印度，大家可能某些都因为偏瘦对佮来讲，其实一天，尤其是什么呢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我们讲到刚才那部电影，我们说厕所一个爱的故事，为什么跟爱有关？因为那个女主角，这是真实的案例，然后改编成电影的，就真实案例当中，女生觉得她家没有厕所，她跟她先生离婚。然后在电影里面是那个女主角，她家本来在城市，她家里是有厕所的。那农村，因为印度大部分是农村，农村比较多，就像刚刚我们聊的那样，是，所以她嫁过去才发现她家没有厕所，她就要跟她离婚。对啊，对，黑哥，我半夜肚子痛，偏瘦，我还要把我先生摇醒，有没有啊？然后说，你待会儿还可以偏瘦，所以她为她盖了一个厕所。她本来就是想尽办法带她老婆去上厕所，然后她还。算好哪一些火车几点几分经过他们那个小镇，会停个十分钟，他就带他老婆每天去那个火车上上厕所。然后有一天他上太久，火车开走了，就再走了。然后他先生还骑摩托车去追，对。然后后来他盖了厕所之后，又被村里的长辈说不干净，然后把他厕所敲掉。所以他后来又诉求一些议员啊，什么各种方法。对。我觉得这为什么可以从电影里面认识一个国家，跟认识很多的故事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刚刚想象那个画面会觉得很荒谬，对不对？可那就是真实的状况。对，你会为了上厕所，你还要骑摩托车去追火车，对。然后你为了要盖一个厕所，你要跟当地很多的可能政治人物去，去拉扯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这样，好像是他们的总理也开始推行说，他们应该要建厕所给。人民用，所以他们后来又提出一个计划，叫洁净印度计划。对，就是目标就是要盖好几千万间厕所，因为印度有十几亿人口。对对，后来真的盖了蛮多厕所，因为像我就大概两年去印度，这四年去了两次，我就发现四年前跟四年后厕所的数量真的变多，就是在公共场合、一些观光客会去的地方、捷运站啊什么，就多了很多现代化厕所。然后外面就会聘男生的厕所，就有男警卫在外面看；女生厕所就有女警卫在外面看。真的，对，就多了很多。那但是还是很多人他不喜欢上，不习惯用这种厕所，他还是要随地大小便。所以还是我觉得有时候看印度这个国家，不可以简单的说，你干不干净，你为什么做这样比较我们所谓我们认为比较不文明的行为，可不是哦。我真的觉得，因为这是一个古文明大国，我觉得这中间有太多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理解的，是宗教的意涵也好，他们的阶级制度也好，他们的文化也好。所以不是说，哎呀，你看你这个不文明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对，这个国家很神秘，也很神奇，很大。然后可以值得你探索的地方很多，泰卡公都偏瘦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我发现这里面是不是有讲到，就是
关于摇头点头，摇头点头也跟他们的文化有很大关系。对对对对 对, 對, 對，这个可以请小马老师分享一下。哦，像比如说你跟我讲话的话，我就会这样子，这样子。这什么意思？我要生气，然后生气，这样就代表是我在听你讲话。那你看，像我现在跟你讲话，我都会说对，像我们这边就会这样子。他应该觉得我们很奇怪，因为他们都这样子。所以接下来小马老师，你只要跟我讲话或是我跟你讲话，我们都说糟糕，我没有办法并用。对，为什么？他们就是对于我有在听你讲话这件事，他们就会做这种反应。对，但是你讲的内容我可能没有百分之百认可，或者是我也不，比如说你很有礼貌，比如说我问你下礼拜要不要去看电影，我也是这样子回答你。这样的意思就是没有要也没有不要，因为他们对于一些我要生气了没有很迫切的问题，他们不会立刻给出肯定的答案。我觉得这种解释有很多种，听以就会给亲友礼貌。他先不要立刻拒绝你，我们想一下啊，也许下礼拜我就有空了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对，所以你摸哪会看天样吗？呀嘿哦嘿，呀嘿唔会嘿，他还是会这样子。可是，听说跟金钱有关还是什么有关，他们就会明确了，是吗？对，那如果说等一下你付钱哦，他可能不要的话，他就会立刻说 no。等一下你付钱，他如果愿意，他说。就真的是这样，他就会说 OK， 他还是会摇头，但他会说 OK。哎，我觉得他们不只会跳舞，我觉得他们身体协调度很高。哦，对啊，他们很灵活。对，你看，这也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刚才有说到，如果说我们从礼貌文化上面，也是一种礼貌。对，你说我们华人会不会这样？我们华人呀，有空也不会按用音哦。其实有没有直接关系？反而用哎，有空约吃饭哦。老师你说好，好啊。通常两年内都不会吃饭。对，因为也许对于一些外国人，就会说，哎，你都台湾人好奇怪，每次都哎，我们约喝茶，哎，他们都很认真的，想说那是礼拜几天，说哎，我们好像只是一个，就说哎，有空喝茶嘛，哦，也是嘛，应该很有意思。可是这边除了我们刚刚说摇头点头，对，你看哦，像今天的小马老师穿的很美，对不对？长裙，对对，好，我们再看那个。宝莱坞电影的时候，他们很多女生也是会穿长裙，因为他们的传统服饰或什么，很少看到他们露脚。露脚，很少，很少。而且，但他们可能会露胸，露肚子。哦，露肚子，对，或者是穿低胸，低胸露手臂这样子。对，你就觉得他们觉得露脚太危险了。很奇妙。正是这样，因为可能传统服饰吧，因为印度也很特别，它是到现在从年轻到老年。都会穿传统服饰做日常生活的一个国家的人，可是我觉得很棒哎，像其他我们也不会这样子啦。对对对对，所以他们看就是这种美观的这种美感的价值观，他们觉得长裙就是比长裤、长裙宽宽的这种很符合嘛。所以如果你穿短裤的话，他们就会觉得你穿太露。然后男生的话就会多看，一直看啦，因为不看白不看。糟糕，你知道我这辈子第一次去泰姬玛哈林，你穿短裤可以吗？我不知道，难怪我觉得大家一直看我，我还以为我这么特别，原来不是。可以是可以啊，但是因为很少人会穿短裤。结果那天真的有很多人找我拍照。其实你穿长裙也很多人会找我拍照，没有，因为他们想说这个女子真的是有够不懂得我们国家的美感。其实也不会，西方人去也都蛮多人也都穿短裤。对，但是如果你要考量，因为有些人不喜欢被一直看嘛。我觉得那时候我知道的太少，我觉得我对这个国家只觉得它是一个国民大国，我觉得对于很多事情我理解的太少，这样。不过我觉得我黑工哈尼拜有几滴去印度啊，可能会走暗用印度，很令走暗呢，对不对？哎，穿这样說真的拍照才好看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如果像我们华人啊，我们去，然后我们穿这样，在那边会很奇怪吗？不会，他们会非常高兴。哦，真的。像我每次去，然后我跟我的朋友，我们穿纱丽啊，然后因为纱丽它这样子皱褶啊，还有别针什么，我们没有别的很好看。走在路上都会有印度妈妈，他们都会热情的过来要帮你调整纱丽，然后还会从包包拿出别针帮你别好。然后他们别过的纱丽都不会掉，
都很整齐，一整天都会很整齐。对，可能太讲你一板眼，你对印度跟英雄有时候很多刻板印象，比如大家会觉得一个 Samuel 你自助旅行会有点危险，你要特别注意什么？不过其实父母安多你哈了，你会发现哦，有亲友跟你去印度，其实他们的经验都很美好。对，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我们先提一个起个小头，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，那部电影其实就是里面不断的送便当，不断的送便当。太卡上可奈。送便当按钮的事情，走在边走一铺天阳 ，Judy， 那个对他们来说，我先讲我的感觉，就是里面的男主角他每天都可以吃到很就是好的，就是一个长长的，就是我们好像传统那种圆盒的那种铁的，或是对便当，然后打开有不同的咖喱，对，然后他吃的时候，我就那时候对，然后便当都可以准时送达，对对，然后。而且有些送便当还很远，不像现在就是很近，有些还要坐火车，坐火车，对啊，对，我那时候，所以这个我才知道说，原来这件事情在印度，它不是一件我们觉得怎么可能，它是一件很有系统的事情，很有系统，对这件事情，要不要请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？哦，这件事情是在孟买跟孟买近郊那个大都会区，对，也不是印度所有的地方都有。是，那因为孟买是过去英国人殖民印度的时候开发出来的海港城市，然后英国人在印度建了很多铁路，因为印度很多资源嘛，棉花啊什么的，然后透过铁路运到孟买，然后装船上船嘛，然后运到其他国家。所以就变成很多外国人在孟买工作，但吃不惯印度的东西，然后就要从家里做便当，那就要送便当。我心里想，我一开始还想说，英国人你吃个东西就薯条、炒菜一样没清好吃。哎，印度菜真的很好吃。其实还有，请都有意思个故事都在讲吼，所以啊，想收一个配置先聊下，你等一下长长来讲。上一团节目讲到送便当，我爱个英雄一样，黑讲爱谁谁个时节，特殊个时节，爱爸爸妈妈有送便当，就爸爸妈妈自己送便当，然后我们就在校门口等，因为你就走出去，然后便当，我那个年代啦，那现在这个年代发展成怎么样？爱黑唔滴啊，因为呀，他有青岛给外送，有冇？其他去个奥多麦，有冇？你就呀数据听啊，你就做对，哎呦，就外送，所以这个是一个。系统，可是我觉得感觉不一样，因为他们是吃自己家里人做的便当。你想一下哦，你太卡凶一嗨，你要他吹气一个时间，你中午走到办公室的门口，你就拿个便当，我们讲片片当嘿，妈妈做本业，然后也不用做本业，就是你那是一个不一样的关系，对不对？而且还可以在便当里面放情书，对不对？放纸条，嘿，讲你给不给同意啊？不用。吵架对不对？然后他有什么不开心的？你中午便当打开，哎呦，竟然还有一个什么秘密写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送便当的系统是跟我们想象不一样。对，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他那个还不用走到门口，他会送到你的办公室里去。哦，放在桌上是不是？放在办公室里面？可能放在办公室门口。对，然后而且吃完了把空便当放回去，他还会送回你家。所以老婆在家里没多久就会收到，我老公今天吃剩的便，对，吃完的便当盒，对。然后因为大都会区，就孟买这个大都会区很大，所以他办公室可能离很远，所以他一趟送便当的路可能有两三个人才能完成这趟旅程。所以很奇妙啊，我觉得先撇开这个系统的建制，就是到底为什么你要花两三个人力？然后花很长的时间去送一个你中午一个便当，他大概9:30左右去你家按门铃，立刻就要拿好便当，所以你也不能偷懒，在家里煮便当的人。然后拿好之后，他就会骑脚踏车先骑到车站，然后把车站便当全部集结在一起，可能好几十个便当，上百个便当，然后架上火车，然后坐火车来到另外一个城市，然后。下火车之后，又有另外一批人在等着这一批便当，然后送到办公室去，很像我们的快递，有没有？对，然后它便当盒上面会写，会用蓝色或红色、绿色写英文字母跟数字，然后他看这些，他就知道
要送去哪里，对，然后也不用认识字，因为印度有很多人不识字，是，对对对，然后都不会出错，600万个才会送错一个，有通过 ISO 认证。600万个，因为这个是哈佛大学主动要去研究的，研究这件事，这个系统。然后呢，它因为据说因为太准确、太好用，所以像肯德基啊什么这些，跟他们想要合作，就是帮他们送外送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是不是我们的英国市场是王子还有去访问？他年轻的时候，他想要跟送便当的人访问拍照，但是因为送便当的人要很准时，所以他其实没有空跟王子聊天。后来王子，我要跟王子聊天。后来王子再婚的时候，他还请了，据说请了3个送便当的人去英国参加他的再婚的那个典礼。这真的很感人，大英帝国这真的很不可思议耶。对，因为可能看电视给永琪朋友被吃到说，哎呀，一个送片堂给公司，因为共两三年共安久了。我真的很建议台嘎，我记得那部片是叫美味情书，美味情书是吗？对不对？那部片叫美味情书，我真的深刻的建议台嘎听说一款爱用给天涯，不过共同要我顺便打岔一下，老师，你不觉得他们的电影很长？那一部《美味情书》已经不长了，已经算不长了，已经算不长了。对，因为《印度给天样》一波有没有都超过2个小时，差不多。对，因为他们好了，我刻板一点，就是不管那个剧情多么的温馨，给条喊黑会冲狗，喊黑会跳舞，一束狗3分钟、4分钟，所以他们的电影篇幅算长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不过泰卡真演会看压不行。不过简单来讲，回到这本书，其实我们要讲的是，你看一出暗影给天样，其实了解了一个他们的便当系统。对对对对，可是关键是他们竟然为了要吃到自己家里的一个便当，可以在一个这样的国家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送便当系统，对不对？你说说到偏懂，他们爱喝茶吧？奶茶，奶茶一定要喝，一天喝很多次，很多杯，为什么？因为对，而且他们因为每天都有自己新鲜的鲜奶，因为印度本身产茶叶啊。对，然后以前被英国殖民嘛，是，所以那个喝茶的文化就很兴盛嘛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如果你要判别，印度人欢不欢迎你，就看他有没有主动说喝一杯奶茶吧。如果他没有跟你说喝杯奶茶，那就代表你可以赶快走了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那他欢迎你，他一定会立刻说，我叫奶茶外送，或我现在煮奶茶给你喝，就代表他很欢迎你来。是认真，认真，认真。所以从奶茶这件事可以去判定你有没有受欢迎。糟糕了，我觉得现在我有两件事情都得判断，一个就是你同意共发，还是给黑妹爱用你，有没有？他是真的嘴巴有没有讲什么听你就会你喝，你还有没有请你喝茶？因为据我的了解是这样，因为对他们产茶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就是他们每天都会自己去拿啊，我们说清新鲜的牛奶，对他们今天要多少的量，给的自己会准批，今天我们就要用完，然后一天要喝至少3次以上，有没有啊？我们可能认识的不多，泰卡扣点饮水就会这样，有没有倒茶拉茶？因为我压一压他叠腿嘛，你一往夜市的时候也会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哦，我们现在知道，你看偏懂轻重忧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就是拉茶，我要讲一下，我们这一段都要讲吃的，因为现在越讲肚子越饿。对，吃东西这件事情，我非常喜欢吃咖喱，可是不够印度的咖喱，同日本的尼斯的咖喱是完全不一样，他们的种类非常多。对，然后他们的新香料非常多，对，然后他们那个咖喱的那个层次非常多，对，然后蔬菜也好，因为吃素嘛也有，然后肉的也有，可是泰嘎就会讲，他都印度泰嘎会注意，你吃东西给世界两天四季，第一就会用手，对不对？第二就是可能有机会为奥林度，对，那根据您的经验。你有用手吃吗？手的话，因为那个要有技巧，有点难，因为他们那个饭，对，印度的米没有像台湾那么有粘性，是，对，然后印度的米跟咖喱酱、咖喱汁混在一起之后，他们要用手这样子，单只手，这3只手吧，然后把一坨饭弄成一小球，然后一小球在这里之后要这样推到嘴巴里，对，这个要，这很难，我告诉你。
我真的有认真观察，整体一个印度的女生，她每次都用手，我就真的很认真看她拿起来的时候，给真给就那样，哪会看给那样推推推，对对对，给对，然后我就一直很不礼貌，推推推，然后弄弄对，然后就会一个把它这样推进来，对，推进来，嗯，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想啊，他们有要喝汤吗？比较少，对不对？你看我，我就会在想，我这么喜欢吃火锅，对不对？火锅又这么烫，他们觉得热汤、热面，然后稀饭这种东西是比较老弱的人吃的。对，所以老弱。如果我有印度朋友来到台湾，看我每天吃东西，就会觉得我是老弱妇孺，因为我就会吃饭，然后他们就是搭配那个咖喱酱跟饼，他们饼也是，他们就哎、欸、真的，嗯，这三就这三就这三只，哎，大家因为我们一般都只理解说他们用手抓饭，哎，我们今天要很仔细哦，因为用右手对不对？因为干净，左手中不对，然后因为左手比较。我们要留起来做别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对了，对，所以他们用这三只手指真的是很有技巧的，按用抓抓抓推进去。而且说实在的啦，虽然说不是用汤汤水水，不过还要清皮肤给掉，因为有时候蛮烫的，他们也做得蛮好的。所以这样子就代表他们不会被烫嘴哦，因为手不烫就代表嘴不会烫哦。原来是这样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看了很久，我们公海真给某吃勾，因为真的很困难，因为我们会弄的，而且我会弄的这个指甲，我们一定全部都乱七八糟的。对，所以大家，我个人认为，那就是咖喱捏小饭团的意思，然后放到嘴里。对，那会你有欧力度吗？欧力度，我现在讲的很肤浅啦，就一般观光客一定会啊，除非你不吃那边的路边摊什么一些小吃嘛。如果当然，我们必须这样讲，黑贡你都印度。给一片黑贡，你真银，是喝泰卡贡饭店的水，嗯，你很就是水打开的瓶装水，然后你中的在外面乱吃东西，当然是还好，嗯，可是如果真的大部分的人其实有欧力度给给飞，嗯，好，是，哎，我分享一个我身边朋友的故事，给黑印度你谁来你，是间接朋友，他来台湾念书，嗯，大概两年多到三年。就才回去印度一次，他就拉肚子，他拉肚子对，老师你好聪明，我要讲这个，他回去，因为他在台湾就是都学校嘛，就在学校附近吃，后来他那时候回去印度，他每天都在印度拉肚子，后来因为过了一个寒假又回来，他就说哦，我现在很不适应，我觉得我回去一直拉肚子。对，我去印度大概吃那里的东西大概过个三五天开始拉肚子，然后拉肚子完了好了之后回台湾吃台湾的泡面什么，然后又拉肚子，所以拉肚子其实是适应而已，对，不是不见得是那里的东西的不好，不见得是东西脏，是肠胃适应，是，而且有时候清清肠胃也蛮好的。经不你景区东凤仪昨天绕墙头心上那斗两片，然后台高的凤雄，其实还有青斗的故事。老师你一定要再来一次，我们继续分享这书里面有趣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天天好了台高总嘛，该该该的走人头了，嗯。